啊，敢有感觉时间过得真紧？自从为师离开多尼至今，也有54天的光阴。这几年来，虽然为师失心不在，但总是挂念着多尼，恐惊多尼忘了回家的路，恐惊多尼迷失了方向。当多尼海滩遇到困难，为师就在背后一直推动，在头前为多尼遮风挡雨。多尼啊，可知为师用心良苦，多尼恁修道所散发的力度是有够，但是光芒总是无法度照射出来，总是予乌云掠蔽，这是为什么？就是无明啊！要安怎去除这无明？道理啊，是爱下功夫的。道理讲讲修得好，但修得到底是修什么呢？就是要去除这无明，人工才有办法照射出来。道理啊，明白吗？道理敢有详细想过？在光甲过当中，什么是光，什么是过？家己是立了偌济功，犯了偌济过？道理唔通定定心生不满，道理爱知影不满的心是阻碍修道的因啦。想家己为别人付出了什么，奉献了什么，爱感恩啦。定定感恩的人，处处和乐融融。一片祥和，就是因为知足常乐。多尼为什么不将这不满的心化作爱心，普度天下的众生？用爱的心包容一切，宽容一切，来成就家己的性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为师最赞叹的，就是肯牺牲奉献，唔惊吃苦的道理，就是这种精神。道理今仔日照道场会当修行，前辈者好道的精神，是会当行良合福。道场是大家。是要延续后代子孙共同修行的所在，所以希望多尼好好维护甲爱惜，身段爱放下，伸出手来奉献服务，万把圣洁由来多尼替师来分担，但为师看到多尼。望伊来着生活生存甲体现，是要安怎替为师分担重任？唉，为师也知影道理胸怀代志，但可惜翻译太重。道理恁讲是重犯轻信，无数用心。三期培养中，爱东周教子，只为满足天下的创新。千万唔通东周异象，唔通自作聪明。聪明是会反被聪明误，道的本质，道的宗旨，道的定力，
千万唔通将伊偏离了，道理唔通定定阴神别人去。当务之急，道理爱好好提升家己的心灵世界，人人提升自己，道的风貌照白话显现出来。那无永远拢是事与愿违啊！一地为师，众生为父，一世师徒万万人。为师观照道理的心是久久长长，道理敢有肉体会思心，修得好，何其什么所在，不知影。千修万修，修会过一句无感听。修得心安快乐，那么快乐就会影响别人。道也是退路，将会是什么人会决定？道理啊，爱成就。